圣诞，一个令人期待的季节，述说着一个亘古不变爱的故事。第十四届南加华人迎圣诞，爱能改变一切，于十二月七日下午在东洛杉矶学院正式揭开序幕。这个历年来为华人社区提供艺术与信仰美好结合的圣诞盛宴，今年在洛杉矶有两场的演出，吸引了上千的观众前往观赏。今年的节目特别邀请到影歌室三期的星光小公主李宣荣担任嘉宾，她活泼生动的表演方式带动了全场的气氛。我希望就透过歌声能够温暖所有的人，因为在这十二月浓浓圣诞节气氛当中，就是特别的冷，但是也特别的温暖，由于是因为爱。由黄以公导演所执导的舞台剧《英雄本色》更是改编至真人真事，黑白两道背景迥异的刘明和牧师曾吸毒贩毒抢劫，及庄哲峰牧师台湾特警霹雳小组首任总教头，各自率领人马不期而遇的事迹。两位英雄亲临现场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，不但为此剧带来了高潮，更感动了现场所有的观众。我在监狱里面看到很多软弱的人，当他们一种被爱的接纳，他们整个生命怎么样可以翻转，整个生命的改变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。除了洛杉矶的演出外，在美国东岸的大华府地区，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与晚上，在 Thomas Jefferson 高中亦有两场的演出。东西两地一起以圣诞晚会的方式欢庆耶稣的降生，节目丰富多元精彩，在爱的季节传递着爱的故事。